女儿的恋爱，金莎第一开，我开始啦。大家好，我叫张豆豆，然后今年24岁了，然后是一名艺术体操的教练员，原来是一名在役的国家队艺术体操运动员。不紧张，还好。我觉得寻找幸福紧张吗？现在就是非常的放松，很释然，因为终于毕业了，还蛮开心的。因为在节目里面我其实提了很多次恋爱，然后有女儿们的恋爱，我觉得刚好好对口啊，有奔头的感觉，挺兴奋的。就是谈恋爱。哦，我有看陈乔恩的一些片段，我有看的。我也希望恋爱不要放弃我。接触的人太少了，接触的事物也太少了，很窄我们的圈子。有可能通过你们，可以把我的缘分找到。过往的经历吧，让我觉得，哎，我有点不太相信爱情了。真的像个木头人一样被动，对，也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打开我吧。差不多，其实喜欢想要的差个5、6、7、8、9岁，但是真正如果又碰到一个很喜欢，再差距大一点，恐怕也会喜欢。男方的年龄我觉得要比我大吧，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挺不成熟的，我需要有一个稍微成熟的人来把控着点儿。因为我想要什么男孩子，说实话，我只有就是电视剧里面哈，我觉得哎这样好好啊，但我觉得不现实。我希望就是他能，多照顾我一些，然后呢，我希望他可以是一个暖男。不知道会抓狂吗？因为没看到过，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感觉很奇怪。跟男生约会啊。就是反正笑一笑，还是说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也很期待。我爸就非常搞笑。对，我这个脸一天天上下垂，精神的奔着我这个脸上提着，然后又严厉。到现在我都没有拿捏好我爸的这个情绪。OK， 我是金晨的爸爸，叫金延杰，在山东省歌舞剧院工作，现在已经退休。长长的，哦，胳膊长，腿长，脖子长，完美。实际上5、6个月之前呢，都是很老实的，瞪大着一双，我还没黑眼球呢，全是白眼。哎，就全是黑眼球，哎，那很老实。大家好，我是豆豆的爸爸，我叫赵海刚，今年53。我觉得我爸就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。没有，啊，从来没有。来吧，豆豆吧，我的骄傲，也是我们家的骄傲，也是我们情绪学习上面的骄傲。没有一个孩子说是在国家队待过10年的，他能这里坚持下来，他已经了不起了，他已经是我们情绪线的唯一了，唯一了。实在是抱歉，爸爸大伯。我是金莎的爸爸，我姓吴家龙，是那个退休干部。就是身边人给他的评价都是说脾气好，长得也好。我爸爸就是个好好先生，我比较文弱一点，书生气一点。产房里面护士告诉我是女儿，我也蛮高兴，反正不管男孩子啊女孩子都不一样。后来看到莎莎小的时候的样子，就是小毛头刚刚出生的时候看，很漂亮的，眼睛大大的。那个是这个情况，那家庭呢有个金沙塔，
也是金，黄沙的沙，就用金沙 来取了个名字，挺喜欢的。一般的读书都是随父姓是吧，我们都比较开明开放的。感觉很多也是在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感觉，爸爸是什么样的，但没有说出全部的，连我自己我都没有办法说出全部的感受，我很难处理亲密关系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分享，没有办法就是爱的那么敞亮。我跟我爸吵架的这个频率还挺高的，因为我总觉得他不够了解我。你知道吗，我们很少相处，都是因为这个疫情我才回家待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已经十几年，我有时候连一年都回不了一次家，就只能电话沟通。怎么感觉那么神秘？你去吧。我是牙医吗？哎呦，豆豆，在哪了？哎呦，我女儿来了。是什么？你了解爸爸吗？父女间有多久没有说心里话？请根据真实情况用心完成测验。独立作答。好啊。这都要写吗？是要回答是吗？是。这也没一个人。现在要填吗 ？Hello。爸爸信息啊。哦，请填写爸爸的信息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差点写错了。写爸爸的名字了吗？是写你的名字了。应该我是55年的，他写了一个54年的，这点不准确，这点不准确。因为爸爸从来没有说过年龄，就只知道过生日怎么怎么样，所以我算了半天，
豆豆吧，我平时在他跟前也不耍我多大了，他就肯定他就记不清。豆豆答不上来的时候，我有点着急。不急，真的不着急。不开心也装得开很开心的样子。我在家庭里面一个形象，他可能还比较欣赏方面，他可能找对象也从这方面多想，跟我相似的嘛也不错，我也会喜欢。我应该是在他们的吧，我和我爱的基本上，我每天想到第一次做的一件事情，给我的爱人倒也不来说话，我坚持了三十年，坚持了三十年，孩子们吧。在夜里，你在心上，像我这种诚实、成熟和有责任心的男人男孩，我爸是一个保守派，我希望的是一个灵活一些，不希望有一个传统的思维模式，然后就很大男子主义，我就会不是很喜欢大男子主义的。择偶标准不按爸爸这个标准来找，是因为我们俩总是会呛在一起吧，但其实两个人如果说要真的要在一起的话，还是得沟通非常顺畅啊，然后特别互相特别了解，互相特别懂对方。如果像我爸爸这么暖暖的，当然找到还是挺幸福的，就是比较温暖的。好啦，爸爸，哎呀，你好。我们俩都穿粉色。嗯，你妈妈给我挑的。怎么这么粉？你坐下，你坐下。我坐在对面去了。今天节目组特意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排了父女这次特别的见面，希望你们借着这个机会更了解彼此的真实想法。看完女儿的答题后，有什么问题想问女儿？我看到了。哦。爸爸55年的。哦。写成这个字大。哎，那怎么我记得你身份证上写的是54啊？55年的，属羊的55年。我看一下，成属马的了。那个都对了，那个都对了。如果你们在女儿男友的选择标准上发生冲突，会怎么办？这个不可能，我是尊重我女儿的，我很相信我的女儿。行了。但确实现在得还是得。让你们把关，让你把关，因为在选男朋友方面我其实不是特别好，我主要是看我们两个相处的这个舒不舒服，真诚啊，就诚实真的很重要，就互相不给对方压力。像爸爸这种责任心很诚实的男孩子真的不多。行了，下一话题。你对自己即将遇到的缘分有什么期待吗？我对我其他就人生上面的规划，我是
还是很有期待的，就像工作啊，还或者是旅游啊，就我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计划。但是在恋爱方面，就缘分，我真的一点儿就是完全是随缘，还是期待好的。我最希望对方改变的一点是什么？就遇到事儿不先着急吧。好多了，孩子。嗯。但就是好改变的有点晚啊。嗯。就现在才开始就知道这个，但之前前两年就一直是啊，就遇到什么小事还没说完呢就先着急了。我之前是一个很冲动的，就是遇到事也是咱俩是一样的。嗯，现在我就觉得不行不行，就是冲动是魔鬼，解决不了任何事情。我呢，对爸爸来说，我女儿越来越完美了，但有时候呢，小时候那种屁，那个顽皮，说普通话罢了。顽皮。录节目呢。我是有时候想你的时候呢，经常想起小时候来的，有意思。小的时候一会儿上幼儿园了，金老师先别走，告诉你，金晨今天又打仗了啊，被不要把人家打了，想想有意思，因为我又见不到你，有时候不大和我沟通。就想想那时候很浓厚，浓厚的你的个性。我现在要还跟小时候那样，那我 OK， 那太可怕了，不得犯不少事儿。好，下一话题。下一话题。父女之间的理想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？就还是沟通吧，顺畅的沟通。你有时候你可以给爸爸妈妈一个课题，你凡是不疼不痒的出来这么一个课题，我们就哎。享受好几天的这么一个讨论，再反馈给其。我对于朋友来说也好，就是 我不会去麻烦别人，我特别不爱去麻烦别人。这也和你妈妈一样，不大愿意。就我总觉得任何一个小事儿，可能人家觉得是很小很小的事情，但我就会觉得是麻烦别人。所以对于你们来说也是这样，我特别怕我抛出来一个这样的问题了。然后你们就会想很久很久，因为毕竟你们是我的父母，你们肯定会更为我的一些小事儿操心。那所以说我干嘛要给你们添这个堵呢？如果说是堵的话，我肯定不会抛给任何人。有时候这种听不了的消息啊，你妈妈没事儿，爸爸那。我说老师听不到消息，听不到消息其实就是我在最好的状态，其实除了确实2017年那段时间真的挺难过难熬的，但是后来都经历过那些了，我就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。你对女儿的恋爱有什么祝福？祝福实际上一切看缘分，那也要祝福一下，稍微的。哎，我希望我女儿在这么好的平台上，就是挑一个最好的，像有责任心、成熟、诚实的男孩子啊。光我喜欢不行，我女儿得喜欢。好的男孩肯定还是有啊，但就是我挺难喜欢上一个人的现在，但是我又很想找到一个。能够打破我这一点的人，刚好有这么契机，能够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打破我这个。对对对对，也不强求，没事儿。对对对。最后，请妇女各自写下参加节目的心愿，装入信封，等到整季节目结束的时候再打开。哦，一张纸就够了吧？不用1000字的论文。我一句话。这字儿挺豪迈，对我这现在比以前写的更豪迈了。有点特点是吧？很太有特点了。2020年今天几月几号？哦，9月5号，我生日。好了。我写的这个很简单，祝我女儿平安顺利。你别说出来，就没有你。
我写完了。哎，啊，你咋来了？你要瞒着我？你瞒着我了吗？这你应该向爸爸汇报吗？我跟我妈汇报了呀。今天节目组特意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安排了父女间这次特别的见面，非常感谢节目组，希望你们借着这个机会了解彼此的真实想法。你聊啊，真看着这是我填的卡，然后你刚刚都看了是吧？我都看了，就是年龄错了吗？年龄，你应该是67年。那我生日对的吧？生日6月20，能力对的了。对啊，7月是27，可是26是跟一天。我错了。来，你有对爸爸屏蔽过你的朋友圈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的朋友圈就不怎么发，所以就没必要屏蔽。然后我爸也不知道屏蔽是啥。你遇到过困难或挫折的时候，会主动跟爸爸倾诉吗？我不会，因为你跟我说我报喜不报忧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就是你曾向爸爸隐瞒过你的恋爱情况吗？也不是隐瞒吧，没跟你说过。就没有跟我交流。你会想找一个和爸爸性格相似的人做男朋友吗？我不会，因为我觉得你的思想太老了。对，我说我不找像你这样的，你伤心吗？有点比较伤心啊。就各方面都挺好，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思想能灵活一些的，不要太多条条框框的。我觉得我会跟着这个新时代一些。对，你的择偶标准以爸爸的形象作为参考吗？不会，爸爸优点也不少呀。不是，就是我错了。那我重新回答，我划掉。会的。嗯。我爸身上有超多的，稳重，特别有责任心，孝顺，特别爱我妈。我其实为什么会写这个不会呢？我就是想着思维模式，其实我没有想的就是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主动跟爸爸用到过？没有。会。这也是第一次。我刚刚没想抱你，为啥要主动抱我呢？这是特殊的地方嘛。啊，是不是？最大的缺点是说的少。普通话说的不好。来这个节目主要是为了来提高普通话的是吗？对。你喜欢的食物呢？羊肉和刺身。然后你最不喜欢的就是发甜的东西。对，还是非常了解你的。体重呢？我不太清楚。体重155。好了，这次记住了。从未对爸爸袒露过的真心话，你是不是有点感觉就是我们什么话都跟我妈说，然后呢你会有点吃醋啊？我不会吃醋的。不会。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点失落？也不失落。那我这想错了。不是，也许是在社会中，要是说是让乱不报的情况，不报坏就坏，心里不高兴。可是你毕竟是爸爸妈妈的孩子，所以说是误会，我们方便一下吧。反正我是想的，就是害怕你有这个想法，我就希望能告诉你啊，其实我们这个家庭每个人都很重要。对，是，缺一都不可。对，就跟这个手指头一样。你缺了哪个手指头，你都不好干事情。是。对，所以呢，无论干什么事情吧，我们都五个人必须要，或者后面再加上，还能再加几个人啊？还能加好多啊？啊，对，加好多，对不对啊？你看，我给你领回来一个。我弟给你领回来一个，对吧？我们再生，这人就多了。我们全部拧成一股绳，那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更好。爸爸遗憾缺席你的青春成长期，有抱怨过没有？完全没有抱怨过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正常的，每个就是练我们艺术操的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那还抱怨吗？我觉得没必要。哎，你看我比赛的时候啥感觉呀？不敢看。等你比赛完开分数了，不敢看，都闭着眼睛。真的？真的。就是我比赛的时候，你紧张不？紧张。你就怕我掉？你是不掉，不就怕你掉吗？因为
你们个想法吧，15比9多。嗯，那是咋跑100米了？他这拿下他1秒2秒，那不是15呀？你说是丢下器械的，器械丢了丢下去也不是15，对吧？对。问这次来参加节目，你们有做什么准备吗？没准备什么，我就等待你们准备的呢。我爸准备了普通话，因为要参加这个节目，也希望大家能听懂，所以呢跟我学了2天普通话吧。进步还不小。问爸爸，这一次观察女儿谈恋爱最担心看到什么？一种亲密的一种感觉吧。亲密就是握小手。对，有点就看到我不好意思，怕让我给夺走。理解，我是我爸的宝贝，对不对？对。问女儿，你对于即将在节目中遇到的缘分有什么期待？我害怕。我就是觉得很新鲜，没有尝试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尝试，很期待节目组安排的人和事情。问我们俩，如果你们在女儿男友的选择标准上发生了冲突会怎么办？我会耐心地跟你说说，可是最终的选择还是你最终的决定。我们会用行动来告诉你们，让你们认可他。对，这样对他男方也是一个挑战，如果他连你们这关都过不去，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值得跟他继续谈恋爱。问爸爸，你对女儿这次上节目谈恋爱有什么祝福？希望你找一个你这样一些喜欢的。虽然是谈恋爱的节目吧，你要说100%能成功，我觉得也不太可能。对对对，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，想着他能成功，他有可能能成功，也算是一次机会吧。那你觉得他做成什么样子了以后，你可以放心的把我交给他？他要是跟我说是，假如说是出去旅游几次，我就能看出他心里面有你们。找对象也是，要抓住优点，就看他的一块优点，有时候缺点就不看了。但是缺点我接受不了咋办？缺点可以改。你觉得男的能为你改缺点？看爱你不爱你，这是真的。有的人就愿意为你付出，就会愿意为你改变吗？因为你通过家族才能了解到的，你有不家族的情况，你就永远了解不了别人。我们还是要去接触，什么东西都是。你就找对象也是，你得了解家族。不家族的情况你不会很了解。放心吧，我会擦亮眼睛层层把关，最后把握住自己的幸福。最后请妇女各自写下参加节目的心愿，装入信封，等到整季节目结束的时候再打开。好的。小三，老爸，我刚才看着你做哦，看得到的，看视频，这么即兴的，你坐下来。哎呀，我们要面对面的吗？气氛好奇怪呀、啊。是面对面吗？是吧？基本上符合，对吧？符合，基本上符合的。体重搞错了。体重变化多了。我最重的时候大概要80多公斤，80公斤。那个时候肚子大，给你买的衣服很难买的，都得做的呀。现在小一点了，现在小一点了。
你最后一个写的最多了啊，篇幅有限，我只能说到这里。一开始空啊，到后来是没，后来没地方写。体检呢？体检的时候，我每年单位也是有体检，你们也关心。所以我就勾号又打了个叉。他每年是体检，但却不是我带去的，所以我就打了一个勾，打了个叉。恋爱问题上撒过谎吗？肯定撒过的，没有老实交代。就是包括分手的理由，我都没说真的，担心他们情绪太上扬了之后影响身体，我就把分手的理由变一变，撒个谎，就几个原因之一，抽一个中间的告诉他们，核心的部分我就瞒掉了，而且我是在事情过去很多年后跟他们说状况，那个时候我就敢说了，因为已经过去了，他们听到也只是笑笑。就报喜不报忧，但我觉得这样不好，我知道的。对，但我说是怕你们担心，我就想，哎，你们听哪些是能够好受的呢？对，你不让我们送，我们可能也知道你，生怕送的机场就可能难过，就是不太喜欢那种机场离别，可能离别我有障碍的，难过。我就觉得在家里呢，就哎还好，机场就不行，一直想做没有做好，我说那陪我一起陪妈妈旅行。因为妈妈呢一直担心你的事情。对啊，妈妈还不太能坐飞机。以后就坐车嘛。对，坐个车，坐高铁也行。这一次来参加节目，你有没有信心成功脱单？应该有吧。我有信心，不是100%，然后80%。啊，80分，蛮好了。感觉可，我主要是对节目组有信心。婚姻方面也有，恋爱方面也有，也有老师、啊、都有老师，然后还有姐姐们后援团，对吧？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刚刚雨琦在那个视频里就是说的，你拿出跟女孩子聊天的这个量，跟男孩子聊天就好了。就是那个量要达到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自己也在反省，我可能就是，我遇到特别喜欢的，我还会变温柔，我可能生活当中就大大咧咧，就你缺根筋，然后对对对，然后思维还很直接，但有时候有点敏感，就这样的我嘛，我可能要更真实一点，对对对，要不然人家喜欢的也是假的我，对，可能有掩饰的吧，隐藏起来了，就是没有，我会比较小心翼翼吧，有点小心，这是目前排在人生第一位的事情是什么？感情，对对对，感情，我不敢直接就说婚姻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会给人造成压力的，对对对。如果我刚认识别人就完全的跟人家说我特别想结婚这个东西，我就挺难顺畅的往正的方向走，因为那种压力不好说，有好处有坏处，对，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交往是比较好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恋爱交往，会找老公直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完全那么拔得那么高，我就很难找，也对吧，反正是以结婚为目的的，你也让男孩子了解你，对吧？我现在已经蛮诚实的，反正我已经对，我已经把我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。你也了解他，对吧？都了解，家里的背景情况啊，身体状况啊，工作状况啊。我跟男生很难发消息，打电话好像还行，见面都没问题。你以前家里有电话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男孩子打电话进来过。后面有手机的时候就有的。手机的时候有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从小追求我的人有的，挺多的，我没告诉你。家里有主机的时候。没有，因为我没说，怎么会打呢？哼。婚姻啊，还是这是第一位的。我已经七旬的人了，对吧？对。其实在以前早就外公了，可能还真外公了， 对不对啊？我们这个年纪。对。你应该抱个孙子的，对吧？就是应该抱孙子的，现在只能抱着狗狗。没办法。也不能想，现在不想，越想越坏，想的，对吧？顺其自然吧，找一个对的人，对你好的，好。
好，反正你这次能够醒过来最好了。我是人没有遇到，但是我确实就是瞎忙了，对对对，忙的时间明明可以拿来认识人的，我可能有应该认识的被我忙掉的，肯定也有，肯定有，对对对。但我遇到过的，我是我觉得我还不是那种措施。碰到一个正确的，比较理想的啊，谈恋爱为什么叫谈恋爱？就要谈时间，花时间来谈，才能互相了解，对吧？已经有机会了，一般我也不敢参加这个，挺暴露自己问题的。爸爸对你恋爱上的期待，你想对爸爸说些什么？我就想好好的展现，我会珍惜这个时间的。珍惜这段时光，对，我这么忙的一个行程当中有这样一个时间，然后又是算是工作的一部分，对吧？它是一个节目，然后又有这个节目，因为我又想谈恋爱，然后有这个机会，我是觉得很难得的。要喜欢也是真正的喜欢，动心啊什么都真的。现在心愿装入信封，等到这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Alva 萧亚轩，黄浩的女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浩，我是萧亚轩的男朋友。我们两个互相都是。我遇到的时候是因为朋友共同的聚餐，我朋友说：“哎，刚好有个人超帅，超帅。”我第一次见他，我就说：“哦，这个女生还不错。”然后他戴着一个墨镜，我说：“哦，这个女生很特别，这个会吗？很有 style。”有，刚认识的时候有，而是后面慢慢觉得他真的会遇到状况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到那颗温暖的心，然后就一点一点才开始真的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。对，如果有吵架，你最不喜欢对方哪一句话呢？ Get out。 我知道你最不喜欢我讲这个。没有，我不喜欢你的态度，就给我弄这样，大爷这样，还有故意这样。这个很容易我。没有，我觉得现在是互相。我吧。我觉得我最近压力比较大，我会先说抱歉，我最近压力比较大。大部分都是我。没有，有时候如果是我知道是因为我工作压力大，然后我把情绪不小心带到你身上，然后我会解释给你听。但是你有没有改变？你不是觉得我有吗？嗯。有进步，你有很多底线。黄浩也有很多底线，他超敏感，双鱼座。我觉得双鱼座很棒啊。我没有说不好啊，我弟也双鱼座，我妈也双鱼座啊，我舅舅也双鱼座啊。五个优点。好，写的乱七八糟。OK， 好，行吧。完全看不懂。善良。哈。孝顺。有爱心。不八卦。爱笑的眼睛。OK。哦，还有你爱笑的嘴唇。那还有很多哎，发现越想越多。好了，我写了很重义气，很爱，很可爱，很大方，很 brave， big hearted。 很多哎。对啊，但是他情绪变的时候，他喜欢吃别的东西啊。对啊。
怎么办？好，我先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没。电影，我还真不知道你到底最喜欢哪个电影。Which one？OK， 好。好，我先吧。好。Cheese， 你可以吃。哦、，Thank you， Smarty， 13 hours。哦 ，Brad Pitt， yeah。但 Brad Pitt 不是 one of， 不是全部。I was gonna write me 。你不要说你自己。对啊。我是海南鸡饭炸的汉堡。嗯。然后 Versace on the floor， 嗯 ，Kobe， 嗯，哦、oh, ，要看他的心情吧。好，Snow， no， 我是 ，Oh， no， Snow， 好、oh, ，下面 I'm not in the mood， 没有，你要解释给他们。因为我们就是我领养那只狗七个月、啊、它最爱偷吃我们桌上的所有的食物，而且我们只转身去拿个手机它就在上面吃吃，然后我们都会 No Snow Snow No 我觉得 Snow No 我觉得 Snow， 然后还有就有时候它想要跟我讲话，我就说 Not in the mood， 我就走掉。你与对方三个共同点。嗯，就爱狗啊，我超爱狗，有爱心。我也是，我也。Lazy, chill, relax， 这三个然后同一个。同一个一样的。对。大家好。哦。因为你是歌手，身份比较特别，所以我比较少出门。我觉得你牺牲比较大。看又不能跟人家出去唱 KTV 啊，去 bar 啊，不能跟很多女生当朋友啊，不能乱留微信啊。没有，其实可以。我先吧。没有需要你改变什么，就喜欢你原本的样子。但是希望你不要想太多。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也是希望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，不要那么敏感。分享一个恋爱后对方没有吧？我们互相我没有秘密，我没有秘密，全部都知道，全部都知道的。你会时时清楚地掌握对方的心态？不会，大家都知道，都很知道对方要干嘛这样。分享一个恋爱中对方让你心动的瞬间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压力很大，你会过来这样抱我，说没事，这个朋友，这个 it's gonna be okay， it's gonna be okay 这样子，然后笑笑的看着我。心目中最完美的一天应该怎么度过？我觉得平平淡淡过每一天，开心就好了。我也觉得。对啊。然后怎么吃都不会胖，狗狗平安健康，我们两个都平安健康，我们家人都平安健康，这样就很完美。最浪漫的回忆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我们在 LA 那个 Santa Monica， 那很浪漫。在山猫看季节，当然记得。对啊。我觉得是你要珍惜时间。时间 ？Yeah， 你明天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哦，就这个 moment， 对，这我也是要珍惜现在当下。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
你们理解恋爱和婚姻的关系，我觉得一样吧，就差一张纸而已。我也觉得差一个法律效应这样子。嗯，还有如果做一个男生要真的很认真的谈恋爱，我也不想浪费你的时间，我也不想浪费我自己的时间。我更不能浪费我的时间。当然啊。你觉得爱情是什么？爱情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一开始我们没有浪费时间，我就知道 you're mine and I'm yours。爱情就是包容，爱情就是付出，爱情是容忍，爱情就是互相 loyalty。对啊，忠诚，不管好与坏都要一起去面对，不能突然抛下一个人让这个人去承担，一起战斗，彼此包容，互相，然后很好的去相处。我会全力会保护他。这一次来参加节目，你有没有信心成功脱单？应该有吧，我有信心，不是百分之百，但80%。爱情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一开始我们没有浪费时间，我就知道 you're mine and I'm yours。爱情就是包容，爱情就是付出，爱情是容忍，爱情就是互相。问女儿，你对于即将在节目中遇到的缘分有什么期待？我就是觉得很新鲜，没有尝试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尝试，很期待节目组安排的人和事情。即将遇到的缘分有什么期待吗？恋爱方面就缘分，我真的一点儿就完全是随缘，还是期待好的。